十先，你而家就話用翻個距離公式啦 ，x 減九嘅二次，再加 y 加二嘅二次，因為 y 減負二即 y 加二啦，就會等於咩咧？就會等於咧 x 加一嘅二次，再加 y 減八嘅二次。啊，我唔夠位寫咁，咁樣寫啦。好啦，咁啊，而家要揾個x 啦。咁你呢度咧，其實俾咗你咧。其實 x 係等於 2y 嘅，將個 2y 調過去零加 2y。好啦，咁呢一度咧，你拆開咗之後咧，你會得出咧 x 二次減十八 x 加八一，再加 y 嘅二次，再加四 y， 再加四。咁同一度你可以拆埋個 right hand side 右邊啦，你就會得到 x 二次加二 x 加一，再加 y 二次減十六 y， 再加六啊四啦。咁啊，大家都見到啦，呢度咧兩邊都有 x 二次就可以約噶啦，兩邊都有 y 二次咁啊約得啦。咁啦。2x 同呢個十八 y 十八 x 調過去咧就負二十個 x 啦，負二十個 x， 四 y 咧負十六 y 調過去即係正二十個 y， 呢度就八五減一即係八四啦，八四減六啊四就即係正二十嚟嘅。好啦，而家人哋咧就係問你個 x 啊嘛，你就將個 x 嘅二 y 咧代翻入去，或者你將個二 y 咧代翻入去呢個位，咁即係你話得到負二十個 x 咧就加加咩啊？十個 x 咪就等於二十個 y 咯，你只配下十倍啫嘛，所以其實呢度就十個 x 就加二十等於零啦，得唔得？咁啊，調過去啦，負十個 x， 負十個 x 就等於負二十，咁所以 x 咧就係二嚟嘅，答案就 B boy 就係咁簡單嘅啫。